气凉凉地，又是时候去 camping 啦。呢度是大屿山贝澳的新营地，梯田上面有一个个透明充气波波帐幕，夜晚瞓喺入面，喺大自然无光害的环境睇星星，一定好正啦。星源 Galaxy Garden 有两种星空帐篷。大型的星空帐篷有三个，有个小客厅，基本上可以住到四位的。这里有张双人床，还有梳化床，但是呢还可以加多三个床位。室内有冷气、风筒、茶几、坐垫，还有蓝牙扩音器。平均呢33平方米，空间就会大一点。小型帐篷有两个，大概是13平方米，很适合情侣或者一家三口在这里住的。朝早起身怕肚饿，就可以预先和营地这里预订早餐，那就有得吃的啦。去 camping 就梗系要 BBQ 啦，场地已经有烧烤设施，可以在这里预购烧烤包。如果自己带嘢食嚟烧的话，只要给100蚊开炉费就得啦。喂，食得啦！哇！